原本下午还冷冷清清的蒋公路夜市，晚间突然涌入大批信众，烟丝鸡摊商老板娘忙到双手完全停不下来，甚至连回答问题时还得一边包货。人很多，人潮都进来了。烟丝鸡显然卖到强强棍，人手一袋，川流不息。寿司11个150哦，差很看买10个送1个。一旁的寿司店和饮料店也都忙得不可开交。经过疫情期的严峻考验，绕境显然为附近摊商的生意打了一剂强心针。不过也有信众表示，其实今年绕境的人潮比往年少很多，比去年少了，比之前都少很多了，去年少很多。现在就有可能是突然，太突然。对呀，应该是突然。哎，包括说疫情也有关系呀。由于宣布的太突然，有些信徒来不及请假，只能跟上一小段。没有走整个晚上，之前都走到天亮了，走到那个南亚宫，今年没有了。今年打算就是就走一段而已。今年突然想说。没有请假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不过也有死忠信徒，无论如何都要走完全程9天8夜。我是小时候跟妈祖说保佑我阿妈身体健康，我会走全程的。这样。虽然历经波折，但今年的绕境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开始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